你是不是这孩子为什么总在闯祸？我没有，是那渡鸦精，范老师不叫我的尖子。别撒谎！我没有，真的。不哭了，爷爷相信你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顾家的祖传宝贝。以前呢，每一代只传给族里的话事人，现在。 爷爷想传给我的宝贝孙女，但是他之后啊，你以后就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故城妖女顾凤芝祸国，致天降旱情，黎民不安。着将顾凤芝祭天求雨，钦此。凤芝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搬走？他们为什么要叫我妖女？ 你呀，没有错啊，都是那些坏人利用天灾污蔑我们家郝凤芝啊！老爷，少夫人，老爷，少夫人不好了，门口被灾民围起来了。走后门。走。顾怀轩。 如果再不鱼丸抗，顾府上下所有人等将株连斩首。爹，救我！顾氏一族叛乱造反了！我只想救出女儿，绝无谋反之意，给我拿下！